怎么样？哎，经理，来公司有两个月了吧？嗯，我看了一下你的资料，明天好像是你的生日啊。是的，经理。生日好啊，这样，明天呢，给你办一个生日 party， 我来给你办。哎，经理，我过生日还让你破费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什么破不破费的？要记住 ，We are family。啊，谢谢你、那个大家注意了，明天是朱晓明的生日，我们给他办一个生日 party， 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欢聚一堂，嗯，是为了一件大喜事啊，我们的新员工朱晓明今天过生日。那个朱晓明，生日蛋糕买了吗？经理，你不是说你准备吗？我没买。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那都是个形式嘛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准备了，这个多好，来吧，大家，来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，这个气氛非常好。那么大家准备生日礼物了吗？准备了，来来，快开始。赵明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，经理，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，满意不？要，这是好酒，哎呀，这是好酒，满意就行，用心了，用心了，用心了。小明，你生日快乐。经理，我呢还是和去年一样准备了红包，您看。哎呀，比上回厚。哎呀，用心了，用心了，用心了。哎，经理，这是我们家乡今年的新茶。这是什么？很新款。我的天，我儿子就想要这个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用心了。经理，新款的手表送到心坎里了，喜欢啊。看啥呀？啊，快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不用客气。那么近期还有要过生日的吗？没有了。就领一下啊。上个礼拜我看你发朋友圈，你家狗生了是吧？狗。哦，是。那是大喜事啊。这样，下个礼拜把狗抱过来，我给他办个满月酒。啊，经理，我看狗就不用了吧。哎，咋能这么说呢？是不是？要记住 ，We are family。family， 确定了，下个礼拜。好，我记着。嗯，那么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吃的喝的啊，放开吃，放开喝啊，二十瓶我给你们录了啊。好，慢走啊，经理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